主席在电报当中，搁一摆明确，为了拆开这摆战略的嘴，刁川一定得拍好。刁川拍好啊，就真顺利；拍无好，可能会影响规个战局。所以，明确要求咱要派一支地道的部队下这个位置。皮总，我推荐42军。因伫黄草岭召集美军甲南朝鲜军80000多人，长达13日。对经验甲士气顶来讲，拢是不利人选吼。德川也是够好42军啊，稳啊！皮总什么想法啦？42军的能力啊，当然无话通讲。不过啊，我是想要从这块石头。交予另外一个军去开，38军，你感觉安怎？我感觉无问题啊。好啊，就好。牛军长今仔日比老总骂啊非常厉害，巴肚内有黑啊发袂出来嘞。这毋是拄好诶，就可以带这个龟北的怒火去战场发泄者。这气气啊，免得起性的龙啊。李总啊，你可是有名的忠厚忠者。怎样？阿英是心计啊！哎呀，我关心伊是真的，我骂伊也是真的，我骂伊啊，伊会进步的。免讲这个牛大气哈，真好打，刚刚应嘴啊，啊！这也是我欣赏伊的所在，大家啊，给伊一个机会。这38军是英雄，也是高雄，再出一剑，好吗？好。刘立定。到，马上将今仔会议顶形成的作战方案整理出来，请皮总看者，然后下达国军。上报中央军委，甲毛主席。是，等者，佫加一条。问一下中央，伫苏联买的汽车，什么时阵到位啊？是。我看，目前上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修路。就修几条宽大公路，通达德川、宁远、明山区域，而且要修好修宽，安尼才方便咱拍赢战啊！另外，请高公何进莲尽一切可能，保证东西两线牛胆皮厚的攻击。主席，朱老总，哦，苏大林同志发来电报。哦。苏大林同志是怎样讲的？苏大林同志赞成由金日成首相、苏联驻朝鲜大使苏铁科夫、甲皮特怀司令员组成3人小组，决定五志愿军甲朝鲜人民军军事政策。另外，伊同意由皮特怀司令员统一指挥。好啊，安尼一来，皮老总才做决定啊，也着容易啊。皮总讲是向咱介绍下一步的作战计划，其实啊，就是请咱支持。伊皮总伫头前拍战，有咱三人，该最后蹲吧，就保证啊，无人该添乱。啊，对西线6个军的部署，心内比较踏实。即阵最烦恼的，就是东线。咱伫个厝内，烘火啊，也寒到冻袂住。救兵团10多万的将士，伫个冰天雪地野外行军，应该冻袂住。今仔日，因到了倒落啊。安尼袂用啊，无想到美国一早起遐尼济，即落雪天也无停，一旦互伊发现啊。就暴露了咱的战略意图啊！赶紧弄破我，叫咱的命令战士立场来稳备。以后你后面出，你是禁止行军。咱干那早7个烤牛啊！你是予战士伫场内来收冻，冻袂掉啊！家己军冻掉了，命令后勤部门想一切办法沿途丢牛。搁一个哦，甲战士讲，就讲啊，这7个烤牛反应较省的，可能要食10日，甚至搁较久。这只歹天气，可能是零下10几度啊！你是零下10几度，暗暝零下25度，以后会愈来愈冷啦。
明日国联队甲已经分配到的高棉油集中统一管理，到时阵分号破冰，提着各当上的战术。是，宋司令，啊无向司令部求援啊！咱是伫东部山谷内秘密行军的，全军十外万人，你去司令部派了一人甲咱送补给。安尼一个庞大补给队伍，啊，肯定会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的。到时阵，咱都白了工啊！从即阵开始，咱地球兵团只能靠家己，唔通凊彩甲司令部联系。每日即个规定时间，接受一摆任务，报告一摆方位，其他时间保持无线电静谧。是。小主兄，小主兄，来了！卫星官，卫星官，咩代志啊？昏倒啊！较紧啊！啊！伊是安怎？小短包，看伊身顶阁有啥物食的无？昨日我就劝伊食，伊就是唔甘要食。今仔日就拄袂着啊！慢哭，目屎冻掉啊，目睭就青面啊！你做啥物啊？啊？连长，予伊留下啦。黄泉路顶好歹吃一嘴。带起来了。杨文基同志，这阵实在无法带你行。你先伫遮安息，我杨军师即要活着，就一定会倒来找你。若是我死啊，也一定会有人带你倒去。行嘞！小大包，不好吧？连长。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把他抓下来，你就给我一支全连最好的水莲珠。好啊，到时凊彩你见，只要你拍得准。你唔通看我无，阮师傅阁是神枪手陆成风。一本三日也能叫师傅的嘿。当然，师傅带入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你小件搞啊，行啦。哎。